她不愿意嫁给我，她不嫁给我。你还好吗？她不嫁。不要这样。阿四，我心里真的很痛啊。哪里去了啊？哦，妈，嘉飞到底怎么了？啊，妈，我现在很痛苦，你怎么不关心我一下啊？嘉飞好好的，你就好好的。嘉飞如果没有好好的，你看我还跟你好好睡哦？怎么讲的？你儿子很需要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不痛不痒不伤心哦，你就不是我儿子。嘉飞那边你跟他聊过了没有？没有啦。总是要去弄清楚你为什么被人家退货，你哪里没有做好，这样才知道怎么改嘛，对不对？妈，我现在很难过。哎，你一直怪我，到底你是我妈还是他妈？我是你们的妈，我不管了，你自己去想办法。反正哦，菲菲这个媳妇我是要定了啦。哎呦！转接语音信箱，读声后开始计费，如不留言请挂断。就给你。我睡不好，嘉飞，我想要问问我未来的老婆，是什么样的原因她不想跟我结婚？她在害怕什么？我只是想要想清楚。好，那我陪你一起想。我们没有车子，也没有房子。那我们一起买啊。我们两个才刚调到新的工作，每天工作压力都很大又很累。所以我们更需要彼此，互相加油打气啊。佳琪的餐车生意又不稳定，波妞年纪又还很小。佳琪的生意我一直有在网络上帮她做宣传，波妞已经满五岁了，所以抽公托的话她一定会优先录取，以后白天会有老师照顾她。还有呢，还有结了婚之后就会被一堆问题骚扰。什么问题？生小孩。那我们就生啊。杜伯谦，生小孩不是像你讲的那么容易，你说生就生的好不好？你有没有想清楚啊？但结婚生孩子这不是很自然的吗？有什么好想的？生小孩是一个生命。哎，我现在工作压力这么大，我要是现在怀孕了我会很辛苦，而且你知道孕妇焦虑会释放类固醇，类固醇100%会通过胎盘跑到宝宝身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好，什么类固醇的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些要干嘛。路上有那么多生过小孩的妈妈，他们会知道吗？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我干嘛要去想这些东西？可是这些事情我们结了婚之后就会发生啦。好，要是我真的怀孕了，万一要安胎怎么办？万一我现在不能工作怎么办？那如果真的小孩生下来了，那也需要精力也需要时间啊。我们两个现在都在上班，到时候是你辞职还是我辞职，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啊？
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就算遇到了，我们可以一起解决，一起面对嘛。现在的问题我们都已经解决不了了，未来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解决？未来有你有我，这样不够吗？赌博钱，未来有你有我就够的话，这世界上就不会有人因为结婚、因为生小孩遇到这么多问题，过得这么辛苦了。你真的觉得我适合你吗？高嘉贝，你在想什么东西啊？不适合的话，我干嘛要跟你求婚？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没有变，为什么讲到求婚你就变一个人？不是我变，结了婚之后这一切都会改变嘛，婚姻就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我不觉得有这么难啊。你是扯到手机讲那么多，你直接承认你就是不够爱我嘛？你现在不直接承认你不够爱我，你说啊。钱，这就是你的结论。不然你要我怎么想？好，如果你觉得我不够爱你的话，那我们还要继续在一起吗？所以你要跟我分手？好啊，那就分啊。想懂得再次等你来敲门。